据媒体报道，11月6日，吴敏霞在自己微博晒出一张孕肚照片，并配文称：“这是我和爸爸第一次陪你拍全家福，有说不完的话想讲给你听，感谢我们的小宝宝的全力配合，等你来和我们碰头啦。”照片中的她秀出孕肚，肚子上画着小宝宝，看起来十分可爱。丈夫从后面环抱吴敏霞，一家人十分温馨。网友纷纷表示：“好棒，期待小可爱，祝福你哦，期待小宝贝。”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